海翔，你定定要卖够一百啊！海翔，你等。还有一些，你确定不要戴个墨镜吗？可以，我很乐意。拿墨镜拿下手，很可以。小翔，你伫边啊啦？安尼才在录音。我可以啊，我戴墨镜也不会怎样。啊，那你先拿着。你帮我拿，又不想这样走出去外面。这么短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个要有 DJ 使用的那种转盘比较好用。你身材真有够笑点的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冠军了，你们赢了啦！我就跟你说是绝招啦！对，没关系，这牌不算。他们等一下，他们比赛会。姐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用先戴，他会趁高点戴，慢慢戴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觉得你在后面，你在后面，你不是这边，这边本来就开始慢慢戴上。然后你听到结束的时候，你再慢慢。来，结束了，对。结束的时候你就没有，还要戴面具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等到快结束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内裤先戴，内裤先戴起来，然后转过来，转过来再把墨镜戴起来。有一种帅气的感觉。哎，有一种画面。就把墨镜这样挂着，然后对，这样戴起来。太赞。
要坐在高架的树。叫声好，我也有，还要再来哦，要吗？再一次哦，好的，所以啊，我已经很赞，那叫声好，不要一起讲嘛，对啊，先叫声好，等一下，轮到球了。你要不要穿内裤穿正版的？是我的，反正我内裤穿的，你有在那个什么衣服？这样子好。好 ，OK， 好好，去。来了，要不快把能量换卸了。好啊，重来。你们都不听，我都不在听。啊，那你们几个要干嘛？哎，你们要尖叫声，你们要尽责，好不好？对嘛？哎，你们两个要站在两个姐姐旁边。对，我们要尽责啊。变成一边呐、啊！我要尽责。小美，那时候你要干嘛？小美要喊大声一点。小美可以喊。